是前面经文所讲啊，那个新愿行三资粮的脱离，前面凡凡都上面阿弥陀佛的啊，不可思议功德的意义讲了清楚了。这个情况来底下说的成长赞叹，比起老师给阿弥陀佛的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求你的功德殊胜的利益。不你用思想用心的想出来就不可思，用语言文字表达不出来就按照不可逆啊，没办法和思量，没办法和言语来表达这个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的利益啊。前面还一一来都讲过了，显示这个念佛向度法门的知见明了啊，也就是本是赞佛功德啊。因为释迦世尊太慈太悲，一再劝导众生啊，我们娑婆世界五处恶事修行艰难，你得要好好发心啊，往生西方求神复国啊。在一个善陀太师的关键四条书上啊，也有一个说明讲吧，讲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从西方啊树存长长啊的接引来的太卡前来的上去上去的太法上的太念上，娑婆世界的高祖释迦世尊啊，从娑婆世界就送来的去后背上送一撒钱一撒福啊，阿弥陀佛树存长长前来的上法上，释迦牟尼佛从后面他扶持你，想怕你忘掉都扶着你，扶你上了极乐世界的太法上。你看佛菩萨的太子太比阿弥陀佛树存长长的家啊，将来你太敢往生，是假设人从后面的福的福你往生，还有比他更殊胜的法门吗？啊，所以显示一下个相同法门的七代的比性的意义。所以故人有赞叹阿弥陀佛讲，叙述西方无量数，有水金碧及沙婆，啊，众生突进防毁数，地盖地恩出爱好啊。你看阿弥陀佛啊，这个优秀必定是从哪里的？树存长长，无论是错的企业都重要，一定优秀从哪里？存长长，有水金币叫沙婆，是金色神吗？金币啊，有水金币叫银啊，你沙婆是一个众神。那几个树存暗长，即使当熟悉了呢，众神突进防毁树啊，等到这个世间苦恼众神突进堵到极乐世界了，这个树长会熟悉了。几个敌人出爱好世间众人有几个敌的福人啊，晓得求出这个世间的啊五有个爱好呢，所以也是显示福人啊真是不可思议。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再劝导，那阿弥还没晓得来发心念佛求生西方，那是才是啊枉费了一生啊，也就是本是赞佛功德。下面呢，诸佛虔信菩提，六方诸佛天堂爱的众生应当对相同法门升起信心，抛出两部经的题目来，诸佛天信菩提。现在两部经上讲六方东西南北下上六方，阿弥陀经有两种，一本南外唐朝玄奘三藏，一本阿弥陀经的题目啊，叫做称赞相同佛业受经。陈山枪土分业书经啊，就了下面的题目啊，略略简化，陈山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就这两个题目，那就简化和陈山枪土分业书经，这是玄奘三藏所翻译的。玄奘三藏翻译的阿弥陀经啊，陈山枪土分业书经，你不讲十方，啊，除了东西南北上下以外。还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有十方，平常讲十方诸佛。现在我的头两本那些有心有某老师三场说法，你看是讲六方，六方就可以包含十方了，因为个西北啊不出东西南北啦，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只是一个考穷讲，仍然不出东西南北西方啊，可以防疫比对得出的方向啊，只有东西南北西方。所以有钱的一本啊，就要六方东西南北上下的包含十方意义啊，已经足多了。虽然文字好像有看见，
一年是做到了，这两位只讲玉皇。下面的经文相同的听到了，只是分明没中央，分明也有中央的枕头，所以进度也不用他讲啊。现在把东方啊好好解释一番以后，南方以下中央的文字就不是解释了啊。讲人看的经文，这个祖父千心表体，就是千心流通的听一段，祖父千心表体有六方，第一就是东方，东方亦有二祖比佛，西米相佛，太西米佛，西米港佛，妙音佛，以师等恒河沙数祖佛。下面祖佛跟名师啊，本来就不是解释的，分名用不着解释。他一般的习惯啊，望闻神意，这个文字想出来的脱离啊，也有弱弱的解释。但是佛名啊，既然神修佛陀，一切功德都集中，没有缺少的所在啊。不过是要给当时土众生的方便，应当用嘛个名号啊，假名众生比较方便，所以当时随人所立的名相，不要一个修行的时间建立名隐名，非常有结果神修佛果的万德奉名的立名，非常加比一，非常要反义，随时啊以突发众生为主要啊，建立了个各种不同的名字啊。释迦牟尼佛讲到两位讲，不但爱错两位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六方诸佛也同样啊，同一个时间也说一个国土方啊来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现在从东方说起，就是爱的时间啊，向东边看去，你投出个蔬菜，你出个东方，从东面看去，东面有无量无边的虚空，无量虚空当中就有无量世界啊。所以这个东方有无量世界，每一世界都有佛在说法啊。那么现在两位列出了几尊佛呢，来做东方的代表。东方世界有二处比佛，二处比印度法，凡神中国法，我们不通不通啊，就是意义不通的意义了。佛听真法神意义不通啊，不会有所天变，所谓八风才不通啊。要几个修行讲呢，就是世间的皈依金慢都不会说有通啊。要给神修真果的脱离讲呢，就是八风才不通，究竟神修佛果啊，世俗世间一切功德究竟圆满，所谓五处究竟逆袭圆满，意义不通，才成为不通佛啊。二处比佛就是不通佛。下面有三尊佛都以洗米立名，洗米就一心一按照数米路。在古时啊，印度人认为讲话啊，你两个世界中间一只最高最大的山啊，按照洗米山、数米路山、洗米山。讲这个洗米山呢，是西伯所生，东西南北西乡啊，西伯所生的山，有千国八万四千有损国，在这个世间最高的山啊。现代人嘛，因为就是古人啊，看到个太雪山、喜马拉雅山，想象出来的想法啊。不管是以后呢，释迦牟尼佛才是个当时印度人啊，都聆听讲话世界一个中心地方有一个洗米山。佛经上实时将洗米山来显示佛给得相当人，所以讲洗米相佛，洗米印度法、凡神中国法都没有高啊。西伯所生为什么没有抽出群山为之高，显示究竟佛果的相貌庄严，三十米相八十种哦，抽出一切世间的相好啊，最为殊胜美妙，所谓是洗米相佛。你要用佛的相好庄严的建立几个名号，太洗米佛，太就抽出一切的意思啊，佛在十法界中抽出一个九法界，所以称为太洗米，殊胜庄严有余洗米，所以是太洗米佛。洗米港佛啊，因为是中国所生就有港名，比一港万佛呢有上有港名普照四方啊，
有上纲有放纲的细密纲法。没有音符，听说没有音符，就是符的发音嘛，最为微妙，本来符有八种的微妙音上。那么没有音呢，只是其中之一，就是讲话符说法的音上最为微妙，哈音也谈得到，哈群也谈到同样啊。所有的发音嘛，众生堂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无论你哪一类的众生堂道，都老给所讲的发音啊，同样都能堂得是。比如讲话，讲好多的人堂道佛说的发音嘛，就会好多发；讲客的人堂道发音就会客发；讲国语堂道就会国语的发。甚至你无论哪一国的人堂道佛所说的音上，都是老给本国的发，同样都能明白、都能了解。所以不是没有音，你没有个发音。那你反复说法嘛，一样音只有一行的听，平人他们是讲客，讲好多个人他们是啊，讲国语人也他们是啊。当然其他的外国人更是没办法尝试，所以个就是有限，不能成为没有音。这个音上最美妙，没人能够超过去，所以成为没有音佛。东方世界无穷无尽，当然佛也无穷无尽，列出了五尊佛来。还有真多磨练出来，这个以师等，以师指法词，指上面的凹凸笔佛，一直都没有引佛的五尊佛，等价等一，还有真多磨练出名来的无穷无尽的佛，有几多呢？恒河沙数，恒河形容的刻刻河，印度最有名的河，印度人呢，因为这个恒河那佛河，犹太佛的个河吧。所以有人都跟恒河水去洗，不得到福德啊！因为印度人的想法啊，甚至恒河的沙也是因为是啊有福德啊，拿来加持种种啊。那么不过佛经上拿恒河来讲啊，显示一个数目是多了。讲那个恒河的沙呀，清幽清色，清幽清色又清多啊，那条河坝又清泰，那么沙又清多。那么清了一条恒河的沙子，一粒沙算作一尊佛，按照恒河沙数按照的佛，主宰多也不一支持。东方有无量世界，佛也有将恒河的沙子按照一粒沙算一尊佛，你是想想看，东方世界有几多佛，那是算不算按照了？恒河沙数主佛在东方世界做哪个东西呢？各以其国出江长沙乡，蝙蝠三千太前世界。然后东方无量世界的以每一尊佛呢，各个采集世界的本观哈，各就每一尊佛各个采集的本观，也就是采奇怪每一尊佛的世界的国度哈，以所突发的众生的国度哈。出江长沙乡，江反听反长啊，天法清长的设想，你看有思有理，要思想讲。按照印度的故事的梵书的说法，讲人呐，还有三世摩大王尼啊，也个人的色相生出来，色相退出来，可以多辟讲，多点辟空条行来呢，哦。你讲人之间可以思念嘛？可能有大妄念嘛？有讲白贼话嘛？哈？有讲那个骗人的话嘛？还无大妄念人，我三生三世，连三世无大妄念啊，什么提出来可以多了个屁讲？可是无拿牛来比哈，牛就比唔得咯啊！只是人，人生的什么？家里人三世无大妄念啊，那个什么提出来多少讲？啊？你睇咁，你有可能冇，还是冇可能？可偏挨嘅妄念可能打得进度。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恭请慧泰和尚、广护法师共同主法，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时间早上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新逢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世尊成道日，佛子共祈愿，感念十方众，殊时共享宴，特举办神州钟鸣祈福法会暨岁末联谊参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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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走着流浪。